今天是郭婷允跟陈梦娴的新歌《艾琳娜一级棒》全球首唱，就在阿姐万岁！放好伊念，放好我等，放电话响，你是臭鱼人，你这臭鱼人，甘知我火气呛甲三顿关，不知比啥高人，气死人，你气我死，就是故意。就是挑工，就爱甲你创治甲你人，予你去甲恶梦做鬼王。我是你又爱又恨的查甫人。红 game 点名，哦，你叫错名。对，我像我之前就是那我们外场表演，有些主持人他可能就是。很兴奋，也敢介绍是哪一个人？他在我身边试机啦、底对比赛啦，哦，讲话做前测哦，包括比如说入围过金曲奖等等，都讲得非常清楚。然后最后就是说，欢迎我们的黑旋风郭云婷。一次错两个，一次错两个，真的。因为其实我真正的较早的抬头叫做黑色旋风，啊，外面是郭婷允，根本就不是黑旋风啊，郭云婷刚好。你知道我那天录超夜。我明明就看着那个字幕机嘛，就像比如说好郭婷云，你知道现在老花哦，你就会念成我一念完，我还是很大声欢迎郭云婷，然后顺哥马上就说郭婷云啊，我才想说哈，我看错了吗？因为因拢唱歌，因拢歌手唱歌俩，因无做过主持人，你做一个主持人你就知道我。就是啊，也是吼，真的。刚刚记一堆人的名，因为特别屌，没计较当计较是，而且你现在很难呐，现在很难被叫错了，因为对对，这么红了，而且歌又那么好听，谢谢，还出了新专辑是吧？我新专辑跟大家分享，然后先送给哎呀我们的可丽姐，谢谢，外合并业务梦写，谢谢哦。这张专辑是第十张专辑，哇，第十张，爱一到内五虾米。以往呢，我都是跟我老公彭正合唱，我这次把他甩掉了。基本上我合唱的这些人，我邀请过了当。你怎么邀请得到啊？邀请好几年，然后因为他真的是公行仔，我行仔，公刮瞎我刮瞎，公你脸蛋我脸蛋，是有才华，这个他的才华也是不用说。哇！然后这一位朋友，我真的是。邀请了很久，而且他今天也在现场哦，真的有来啊，有来有来，今天看嘛样嘞，香，你看加起来，艾琳娜一级棒，你看合唱的人也是全球国际 international 陈梦娴，天哪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怎么邀请得到他？谈到一段东西，别我讲，让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哈，我跟你讲，你 Q 掉。我还刚好，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老师，然后呢，我就跟他吃饭的时候，就跟他聊到，我们现在一起主持，他跟我说，哇，他很棒哦，他运很旺哦，真的，以后他会越来越好哦，哇，我现在都是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刚没有，我刚刚说那个专辑收到之后，拜托要放在你家的那个财位，财位在拜人边，对啊，要。磁场不一样，难怪我刚刚拿起来爸爸真的好，今晚我还叫梦娴哥，阿希望让赶紧叫狗。对，今天是郭婷允跟陈梦娴的新歌《艾琳娜一级棒》全球首唱，就在阿姐万岁，听到这么大，可以掌声来欢迎他们吧。放好伊念。好我等，放电话响，你是臭鱼人，你这臭鱼人，甘知我火气呛甲三顿关，不知比啥高人，气死人，你气我死，就是故意，就是挑工，就爱甲你创治甲你人，予你去甲恶梦做鬼王，我是你又爱又恨的查甫人。亲爱的你，别紧张，有我这款的爱，你哪一级棒？你上好卖阁给我找无人，我的草甲予你两脚皮皮穿。心爱的你，放轻松，爱你疼你，拢会走起到。我心甲，我情愿。
的你，别紧张，有我这款的爱，你哪一起办？你上好莫阁予我找无人，啊无我会甲你吵架，两脚皮皮喘。哎呦喂、欸！心爱的你，放轻松，爱你疼你，拢会照起讲。我心甘。往前弯，擦擦闹闹，一世人。无也无伴，想着彼，啊，真正喜乐乐。很像音乐剧哎，没有这首歌其实有点算是为梦贤量身打造，是、哦，因为其实我之前唱的合唱歌曲都是跟我老公唱情歌，那也有跟伟忠唱过，就是不然就是比较那种摇滚的、嗯，但是我在想说，终于邀请到全球巨星了，一定爱几首歌是适合伊的，他也可以发挥、嗯，对，所以这首歌就是有点是半说半唱，然后又可以做很多语气，对，他唱起来就很自然。你这个贴出来怕，我跟你讲会中，真的、啊，而且里面手会中，真的。芝玲姐，芝玲姐，是认错了，认错了，是。是救他了，是我是里面还有你的经典名那个唱你对那名句，干嘛呢？啊是啊，有加了一个干嘛呢？没有错，叶美琪，叶美琪，马上尴尬，马上尴尬，啊不聊了，不下去，不下去就是这样子，对，那我们从很难聊，那我们志玲生气了，志玲生气了，哎，你吗？还是谁？方程，方程，黑人马。阿姊的经典名句，你敢知是对一句？你讲，就是你去死啊！没关系，很符合今天的主题。可以，是台湾的，聊不下去。没关系，我刚本来想说是啦，但是我想说不行，不行不行，好像回那我那个戏啦。好，那现在问一个，有遇过让你最难忘的失控场面吗？我刚刚是有遇到，刚刚就有，就像刚才那个就发生了，失控。